呀跳过水哟，一日复一日呀走走又停停，跳出了多少情呀，跳出了多少意，情意比山重呀，情意比水长。到村子里去，村子里又没人，你担心什么？哎呀，我担心那个丫头。这一年呢，早说我们也查了三四次了，恐怕那丫头早就死了。见不到尸首，老板不放心呢。为什么呢？我也不知道。走吧。我们怎么查啊？到时你再说吧。哦，吴大爷。我越想越奇怪哎，玉子姑娘说他们来找过三四回，我想这其中一定有什么问题，不然的话他们为什么那么不嫌麻烦啊？几个挑夫是？哎，会不会是吴老头联盟时候的同志啊？这我就不知道了。其中有的人身手很灵活的。啊？江坤，这件事可不能大意啊，我们还不知道他们到底了解了多少。了解的好像不多，不过有人问过应该怎么样查法。哎，晚霞，我看到督军府在那个王师爷身上多下了功夫，我嘛来查查这几个挑夫，免得打草惊蛇，等东西先到手再说了。我好吧，那个老东西我最讨厌伺候。哎，大伙仔细听听别人闲聊什么，在这种酒楼茶馆更容易听到消息。小弟，哎，大爷，先给老子来壶茶。村吴老三爷开的大东绸缎行怎么关门了？哎呦，早就关了。嘿，那就怪了，我在外面几年怎么就有了这种变化？难怪我写了几封信给我爹，我爹都没回信。那我就不知道了。挑夫也许是过路，偶尔走到吴庄。如果是因为他们好奇，我看是套个交情让他们走了算。我知道了。哦，对了，这两天你大概就可以升上保安队的队长。什么？到那个时候，我们就不必担心什么了。是啊，我看你还得多加把劲儿。那个王师爷可是个老滑头啊。拖了我一年多了，总是用副队长的名义来堵我呀。这个我知道了，所以今天我一定会跟他谈出个结果来。副总，吴老头的那个小儿子回来了。什么？不过他好像没回家。除了他。宝剑，哎，算账。啊。哎，
们干什么？我们呢，请你到保安队走走。哼，老子才不去那种鬼地方。不去，不去也得去。皮厚矮两个就算，咱们回去。哦，好。你是他们的头啊？不错，先生是。我是这儿的侦缉队队副。刚才嘛，我弟兄在这拿人，伤了你的脸，没关系，一切我负责。那就不敢。哎，请坐，请坐。伙计，哎，弄不上席啊，我跟这几个朋友道个歉啊。哎，坐。哎，有事吧？好，哎，来来，坐坐坐坐坐。对付赏我们脸，我们一定要领这个情。大伙坐坐坐坐。啊，来来，坐坐坐坐坐。大兄弟，你怎么不坐下呢？啊？比不上副座，庄稼把式。小罗，坐下。是。哎，你报仇好不好？哎，哎，你拉着我跑干什么啊？李先生，你没看见他们是要你的命呢、啊？我又不是呆子，我当然看得出来啊。而且我也看得出来，你们那伙人在帮助我，但是我就是弄不明白，他们干什么要杀我？你是吴村的人吗？哎，是啊。你离家已经几年了？五年多了。那你是不知道，你家里已经出了事了。我家出什么事儿？我也说不清楚，咱们先回去吧，你自己看着再说。走。有什么疑问的地方，来不来来告诉我曹总。我看也没什么可疑的。老七，嗯，你想想看，那天你都全毁了，他们还会来收过两封，所以我就猜想，他们一定有什么东西还没有拿到。哎，玉石姑娘她也不知道啊。哎，对了，这就是问题。婉君呐，分析的。他们为什么对这个已经是没有人的村子了还不能放过？那一定是有道理嘛。不是，这房子就这么大，我们三个人也搜了半天了，也没看到搜了什么东西啊。志军那个地上人家不姑娘的亲手被他们抓了，所以我想如果有什么东西的话，一定是在这个屋子里。海大叔，啊，
会吧？这是要什么事？大概就是这东西。写什么？这用红色写的。文珍呢？你拿五根烟，我听听。光线太弱，我看不清。啊，是。喂，民国二年4月8号，吴焕仁、郝文炳、江坤、李春、王海霞为反抗者员而遇险惊难，自共生，仅此忏悔。嗯，我明白了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一定是姜昆变了急，然后又想以女色来诱惑我哥哥，我哥哥不为所动，他们现在急要找的就是这封血书，因为这个上面有他们的亲笔血书，他们是怕落到北洋军手里，这下他们就都完了。现在这个地方很危险呐，他们赶紧离开这儿，提防他们随时来搜查。走走走走走。说话，哎，我可不是说我是哑巴哦。哎，该死，玉子，你可别生气啊。我是说我的嘴笨，没办法替你解闷啊。就那个小玲儿嘴才甜呢。哎，你生气了？那就好，你不生气就好了。哎，玉子姑娘，我跟你一样啊，也是个孤儿，有一年。北洋军突然在我家乡打起仗来，一发炮弹，我们家就全完了。那个时候，我跟老七两个还是孩子，就只会坐在路边上哭，一直等遇到了武大爷和海大叔之后，他才收留了我们。哎，你想说什么？你别不好意思啊！哎，你说嘛，你说啊！啊！哎呦，我怎么那么笨呢？你写给我看好不好？我这是字不多，你可要写简单一点的哦。我明白，你是问海大叔啊，他好极嘞，我们这一伙啊，吃的穿的，连睡觉挑货啊，都由他管呢、哦。还有你那个宝贝堂哥叫海二虎啊，他呀，比我机灵啊，他还冒充过这个丐帮帮主啊，叫这个哦，瘦狗楚天香，我啊，当他的部下啊。这个把人家给唬得一愣一愣的，嘿嘿，有一下我故意让他们，给我一拳，我就哎呦，故意摔倒在地上，哎呀！你这本事还真好哎，那你爹的本领是不是更大了？情比山重要，情比水长。跳过山哟，跳呀跳过水哟，一日复一日。乖，以后叔叔不会再让你孤单了。姑娘，
不要把恨加在所有的女人身上。来，这是婉君，她会替叔叔好好照顾你。武大爷呢？哎，这位是。是吴老爷子小儿子。大叔，哎，他们的人立刻会来，我带吴兄和玉子先躲一下，你应付一下。好好，快快，咱们快去躲一下。不，我要看看我家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。大家都注意了，我们一定要装成了没事人的样子啊！是，好，走。哎，这里怎么还会有人呢、啊？喂，哎，嘿嘿，大爷，您是这村子里人呐？不是，你们是挑夫一伙的？哎，不错，我们到这荒村啊歇歇腿儿，我们头呢？进城啊，采办粮食去了。哎，你们到这儿有事啊？啊，我们呢？啊，我们是附近的猎户。哎，你们在这儿住多久了？哎，我是刚来呀。哎，这儿怎么荒凉成这个样子？啊，还不是兵灾吗？哦，对了，你们有没有看到别的人经过？嗯，没有啊。你们都瞧见了没有？没有，没有啊。啊，我只是随便问问。啊，刚才啊，我们追一头豹子，怕它窜到这里来，我去搜搜。哈。哎，白大哥，白大哥，海大叔，他们安全吗？他们很安全，玉姐早已准备了。哦，好，来，快把这个送到武大爷去，越快越好。好。小兄弟，您这副好身手，干挑夫不觉得委屈吗？我喜欢当挑夫。哎，我说江队部，这小鹿天生就喜欢干挑夫，别的活儿他都不会干。哎，因为从他家祖宗八代传下来的，就只有一根扁担呢。嗯，哎呀，年头不同了，凭小老弟这副身手，将来啊总能混出个名堂。光宗耀祖的，何必守着一根扁担呢？哎，等我们这趟货送完了，就回来拜访这个队副，到那时候再说。哎，也好。哎，对，吴大爷，
我姓江的就交您这个朋友。这样吧，您派俩人跟我去，我送上一份薄礼啊。哎，这哎，您就别推辞了，反正嘛也不是什么好东西，是你们路上用的吃的，免得你们去买了。好吧，小鹿跟小玲去好。嗯，好。我也去。我人家对付赏我们脸，交我们这个朋友，我们也不要客气了。哎，小玲，好好替我谢谢江夫人。哎，啊，小鹿的嘴笨，你可不能贪玩哦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好，那我就告辞了，你们俩跟我回去。嗯，好。姐啊，哎，我也去。别担心，不入虎穴焉得虎子，我们要打听什么消息，一定要有人混进去。嗯。哎，你怎么回来了，吴大爷？原来是这么回事，那我们该怎么办呢？又要钱，王师爷这个老头。晚霞。哎，那个老东西他又要钱呢。哎呦，客人呢？这两位小兄弟是？哎，江夫人你好。哎呦，弄敏了，她是我妹子。啊，对不起，真对不起啊。我来给你引荐一下，这位朋友姓陆，这位嘛叫，我叫小玲儿。哎哎，对对对，你就叫他们一个小陆，一个小玲儿。哎，这是我妹子晚霞。姑娘好。小陆啊，哎，小陆进来，来嘛，来你们坐，坐一会儿，来坐坐坐。哎，我哥哥的朋友啊，就是我的朋友。哎，不敢当，不敢当。请坐。坐嘛，哎，小鹿，你说话小心一点嘛，也不先问清楚人家是不是姑娘家，让人家笑话咱们啊？啊对，啊你，那我该怎么称呼啊？随便你呀，我是结过婚的人，不过我现在又是一个人了。嗯，你就是叫我姑娘也不算错呀。错。那怎么能算不错呢？我们的头五大爷可是讲规矩的很呢，不许我们犯任何错哦。小鹿，对对对，我们是一点错都不能犯的。哟，你们的头儿也只不过是个挑夫头，有这么大权力。哎，妹子，我想交这几个朋友。啊，那太好了呀。哎，我看这样吧，既然大家一见如故，你就叫我晚霞好了。晚霞，啊，好，晚霞。哎哎，妹子，过来。小鹿，你跟他到仓库去，有那吃的用的尽管挑，别不好意思啊。哎，我啊，小林，你也去，多挑点，免得让武大爷说我不够朋友，小气的。哎，那歇歇了。哎，带他们俩去吧。啊，好。哎，走。哎，小鹿。这小伙子有两下子，多明白，他呀比海文举强多了，所以啊我想利用他们杀了王师爷，反正啊是过路的挑夫啊，跟我们一不沾亲二不带故的，王师爷是我们的心腹大患啊，不除了他，我们的把柄都在他手上捏着呢。我倒觉得叫那个叫小玲儿的去行刺，这小伙子你可以留在身边，一定有用的。哎呀，不行呐，那个小莲儿是个鬼机灵，聪明得很，不会上当的。那个小鹿嘛是个未经人事的鲁男子，你加把劲儿他就上当了。好吧。哎，江大夫，谢了。哎，应该的应该的。哎，怎么样，
够不够？哎，够了，够了，够了。江队副，说还真不好意思，本来只想拿一点意思意思，可是一想到您对我们那么好，不多拿一点，反而辜负您一番好意嘛。哎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应该的。哎，进来坐坐嘛。啊，哦，不用了，哎，不用了。来嘛，小鹿。哎，坐坐了嘛，进来嘛。我下。哎哎哎哎，小鹿，小林子，小林子，小鹿，二哥，你怎么来了？五伯伯叫我来传个话，我们呢先回荒村去。小灵儿，你要跟着我挑着东西先回去啊。啊啊！哎，小鹿，哎，五伯伯叫我啊，要告诉你啊。哎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啊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啦。哎，小鹿，五伯伯的意思啊，是要你啊，代表我们今天先留下，明天呢一大早赶到半道上等我们。这个。别这个那个了，我先走了。啊，也好，我还真想跟江队副多谈谈。那我看你先回去好了。对，我先回去了。哎，江队副，你跟我们这么多东西啊？真不好意思，帮忙装一下啊。探问夜返荒村。哎，小鹿，我们先走了。好好，慢走啊。哎，姐姐，小鹿，小鹿，来嘛。山中呀，情谊比水长，跳呀跳过山哟，跳呀跳过水哟，一日复一日。吴大爷，为什么要让我一个人先回来嘛？小鹿一个人留在那边就惨了啦。是不是那个女人又缠住他了？哎，吴大爷，你怎么知道啊？你们走了以后，我听到这个客人闲聊天，谈到姜昆的妹妹和那个王师爷是不干不净。王师爷前年突然的发了财，就从这一点，这个王师爷是暗中出主意的人。姜昆出了这么大力气，也不过就混了个对付，而且姜昆一定被那个王师爷给要挟住了，他一定会想到利用小鹿。利用小鹿？哎呦，那小鹿一个人在这不惨了？不会的，小鹿知道他什么时候会脱身的。吴大爷，您就那么信任小鹿啊？哎，江队副真够朋友啊！他的事情我们一定要尽心尽力的办。吴大爷，杀个老头不跟杀个鸡一样吗？啊！师爷果然说得不错，姜昆要除掉他。小鹿啊，来。姜队夫嘞？他去办一件事，是一件很难的事。什么事啊？管家，你怎么会？小鹿，管家，你有什么事你告诉我，如果我能帮忙的，我一定会帮你的。哎呀，你快点说嘛！省里有位王师爷，是督军的心腹，他年纪已经一大把了。可是他还想要我，我哥哥不答应，他今天就把我哥哥叫去，我担心。哎呀，这种事有什么好担心的？很好解决啊。解决？怎么解决？是不是你帮我去杀了他？杀人啊？不，你完全弄拧了。我的意思是说，你可以跟你哥一讨了之。可是小鹿，我想，管啥呀？我们快逃吧！哎，对，我跟你哥是同一个意思。逃？为什么？哎呀，五元呐，是王师爷的耳目啊！我们要杀他的事，五元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了，告诉了王师爷，王师爷马上带人来了。没出息，用不着逃，先躲一躲，我来应付。好，我先躲一躲了啊。哎，小鹿，你不帮我啊？快走！
管家。哟，师爷。啊，师爷！啊，师爷！师爷！小鹿！哎呀！埋的是五元的胡说暗器啊！啊，走。比水长飘。
把玉子交给你了。叔叔您放心，我一定会照顾玉子一辈子的。这些大洋啊，本来呀、啊、就是你们的，希望我下回回来看你们的时候呢，你们已经建立好家园了。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，叔叔知道你们会常来看你。还有我，因为我是你堂哥。就算下来的，这间正殿呢也不会漏的。倒是那个左右偏殿呢不行了，屋顶上都穿了洞透了天了。那个东廊下有间小佛堂，哎，还算整齐点。婉君呐、啊，哎，你就住在那小佛堂了啊。我们大家伙呢就都挤在这个正殿里了啊。裴大叔啊，我，哎，小玲，你怎么样你？今天啊，我们在山界里面全洗过澡了，只有你没有洗哦。今天晚上不许你跟我们在一起睡觉。嗯，谁要跟你们一起睡啊？你也不去照照镜子，你干净，你还真干净呢你。二虎啊，你刚刚洗澡忘了洗脸了？胡说八道！我在山界里面洗澡的时候，我连脚丫子都搓得干干净净，我怎么会没洗脸啊？胡子啊，你这小子禁锢你这俩脚丫子了，忘了你那脸了，你自己个儿摸摸看。真的，哎呦，我洗脸，好了，先深堆火烧开水，咱们就着干练呢，先凑合一夜。好，哎，你们到外头把那枯枝都捡回来生火啊。好。哎，小洛，哎，刚才我在后院啊看见口井，那边上有个铁吊子，咱们正好派上用场。嗯，好。婉君，哎，等我裁好了扁担，再送你到佛堂去。啊，没关系，婉君姐，我陪你去好了。哦，也好啊。咦，奇怪，这什么？这里怎么会有这种东西呢？哎，借我干嘛？我捡到的嘛，不要那么小气嘛！情比山重呀，情比水长。跳呀跳过山哟，跳呀跳过水哟。这个东西顶着红糖的，你不懂。
怎么这么大意啊你？哎呀，赶快把药箱拿来。太好了，总算呢伤了皮肉，没伤了筋骨。大爷，我没有关系，会不会死啊？哎，老七啊，是啊，死不了。这幸亏在这，这再高一点。你这个混账东西，你怎么这么粗心大意？你怎么这么粗心大意？白大哥，白大哥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白大哥，知道，枪走火的事，谁也料不到。出了什么事？我好像听到有枪声了。我捡到一把枪，没想到走火打伤了白大哥。什么？哎，白露，你伤得重不重？好了。你们搭个床铺，让白老弟歇歇。我来。白大哥，你别担心。白老弟，你不要逞强，好好的休养休养。吴大爷，这件事不能怪二虎。这件事情由您处置，你不要顾虑到这么多，尤其是二虎。老海，叫他们起野灶，烧开水。你们烧开水去。我怎么跟你们交代过啊？这个刀枪无眼，这玩意儿在手上不能大意啊，尤其这枪火，一个不小心走火伤人，难道这个你都忘了？我以为这里面没有子弹，是一把魔枪啊。胡说，这明明是把新枪，掂掂分量也知道它是满膛火。我知道错了。吴大爷，小刘，这个时候不能劝，你想让二虎挨扁担了。二虎又不是故意的。哎，这事关人命的错，不能错一次，你们知道吗？尤其是干咱们这行。哎，为什么武大爷不让咱们带着火器？小玲，要说玩枪，你武大爷是把好手啊。如果说身上带着枪啊，胆子就壮了，就会惹出不少的是非来。咱们是规规矩矩的挑夫啊，要不犯私淫走私货的，干什么带这种玩命的东西啊？这种错呀，不能错一次，你们知道吗？海大叔说的对，我真的错了。二虎，你给我跪着，好好的给我想一想。大乔，这枪在哪儿发现的？二虎在那儿捡柴，枪就在柴下面呢。哪儿？那儿，在前面。这儿发生过事情。路途遥远。